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蔡火君。最近新版《流星花园》上映了，引起了很多人的吐槽，但是我连老版的都没有看过。毕竟当年它播出的时候，我才刚刚加入少先队，那个时候我连女孩子手都不敢碰，接吻肯定是不在我的知识范围内的。所以今天带着这样一种补课的心态，我来介绍一下我看的这部新版《流星花园》。第一集一上来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剧的奇葩人设：一个买鱼做糖醋排骨的妈，一个喜欢茶的味道所以去奶茶店打工的闺蜜，还有一个为了研究家传糖醋排骨所以去大学读营养系的女主杉菜。哎，糖醋排骨有啥营养？你还去读个本科吗？我直接就告诉你，糖醋排骨的好处就是吃了你就不饿了。然后报道第一天，杉菜就跟 F4 撞到了一起，然后手机就摔到了地上。本来这手机摔了一下都没啥事儿，结果让道明寺走过去踩了一脚，哎，碎了。哇，你说道明寺这脚怎么长的？这怎么就能踩碎呢？鞋底镶钻了吗？手机被踩碎了，杉菜就很生气，准备去找道明寺要个说法。但是这个时候郭采洁来了，我叫郭采洁。然后郭采洁就和他们一顿科普啊，说这个 F4 在学校里面呢绝对是风云人物，外表英俊，性格开朗。不是现在性格开朗都是能用来装逼的词汇了吗？怎么学校里面风云人物的标准这么低了？但是我这么说明显是错怪人家了。F4 之所以能叱咤校园，靠的就一手超乎常人的技艺打桥牌。这四个人是各有各的人设，各有各的技巧。学校里面那么多想挑战他们的男生，每天排着队和他们比桥牌，但是就没有人能赢得了他们四个。F 四也凭借着出色的牌技，为学校赢得了很多桥牌比赛的冠军，被称为学校之光。我真的就服了，打个牌就是学校之光了，你们啥学校？德云社。然后杉菜就说要去找他们挑战打桥牌，郭采洁又说话了，说你们想挑战不是那么容易的。F 四要是看得上你，他就会给你张牌，拿了牌才有资格去挑战他们。本来杉菜想的这事儿就过去了，结果因为杉菜得罪了道明寺，所以他就给杉菜发牌了，约杉菜和他比桥牌。杉菜心想，你这人是不是有病？凭啥你要比赛我就和你比赛？那我还会织毛衣呢，你咋不和我比这个？杉菜很生气，所以就跑到学校的天台上骂街。碰巧花泽类也在天台上，于是就走过来说你骂啥呢？杉菜说你是不是也想整我呢？花泽类微微一笑，说我对别人的事情没有兴趣，然后就走了。没有兴趣，那你过来搭讪干啥呢？咋这么是非？之后道明寺就开始整杉菜。杉菜他们家不是开饭馆的吗？道明寺就一次性订了20份外卖让他送，送来还不吃，结果这还害得杉菜回去的路上被人调戏了。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，花泽类出现了。我以为他要把这两个混混给打给一顿，没想到人家说还不走吗？然后这两个小混混就真的走了。哎呀，这都能被吓住啊？难道他们两个也打桥牌吗？之后花泽类就安慰杉菜说，三你如果想哭的时候就倒立，这样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了。倒立我懂，倒立我也会，问题是你这倒立以后头发丝都不往下掉一根是什么道理？经过这件事儿，杉菜是不能忍了，找到道明寺就要干。我本来以为又会是个什么奇葩比赛之类的，但这次不是。杉菜看见道明寺直接就把他叫上，上去撒话不过照着道明寺脸上就是一脚，直接把人家气懵逼了。虽然说这一脚很干脆，终于不是啥拖泥带水的报复了，但是导演你这个要来个禁止是个啥意思？踢一脚还不够你嘚瑟的吗？按理说挨了这一脚，道明寺肯定是要找机会报复的，但是等他清醒以后这么一琢磨，糟了，是爱情的感觉。哎，说干就干，道明寺立刻就把杉菜给抓来了，然后就开始给人家表白。上课的时候给你送好吃的零食跟饮料，你学业上有任何问题我都可以教你，你过生日我们去全上海最好的餐厅吃饭，打游戏我可以尽我所能的送你金币还有财宝，每年出去旅游一次，当然手机坏了立马就可以换新的。我操，这叫一个霸道，我都听惊了。这要是对我说的，我立马就把 Steam 账号发给他。但是杉菜显然不是我这种人，他不玩游戏，所以他的回答是：虽然你条件很好，但是那又怎么样？老娘就是你得不到的女人。拒绝了道明寺以后的杉菜走在路上，突然间就在公交车站遇到了花泽类。虽然你也不知道为啥能在公交车站遇到，但是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花泽类看到杉菜走过来，就说：哇，你也好可爱。然后上去就把杉菜给亲了。什么鬼？这不算骚扰吗？长得帅就能无法无天吗？本来以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，这种行为基本上就等于两个人在一起了。但是没想到花泽类心里面还藏着个学姐呢。第二天就跑外队道明寺说进回来了啊，进回来了。你听听这是人话吗？进回来了，那闹回去呗。等之后我反应了一下才明白，这个进是个人名，就是花泽类喜欢的那个学姐。当然这种叫名字的风格也不只针对他，全篇的对话都是这样一种中二的气息，什么累你累不累，四你才不四，菜你太菜了。当然最后一个是我的猜想，他们叫杉菜的时候还是没有省略的，那为什么唯独到他们自己的时候要叫的这么恶心呢？而偏偏这样一部剧居然有很多粉丝说还原度做的也太好了，原版要真的是这个样子的，我就想问问你们当年是怎么看下去的。